势所趋。昨天，北京首个高校元宇宙创新平台落户三里屯。元宇宙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虚拟现实、高速网络、先进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四大核心技术，在元宇宙的落地应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云计算相比，元宇宙对网络输出提出了更大带宽、更低延时、更广覆盖的要求，更需要借助边缘计算技术，以保障所有用户获得同样流畅的体验。记者从朝阳区了解到，北京首个高校元宇宙创新平台落户三里屯，平台将围绕 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互联网革命、人工智能以及 XR， 特别是游戏引擎在内的虚拟现实技术革命的成果进行研究和技术成果产业转化。元宇宙呢，大家都知道是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综合体，元宇宙街区啊，包括我们三里屯、太古里，实际上有很多元宇宙的这个符号和应用场景。那同时呢，我们要做产业化落地，引进元宇宙上下游，做到产学研，做到场景，做到资金，立体的去共同去推动我们这个元宇宙在北京、在朝阳的这种发展。朝阳区近年来聚焦两区建设和数字经济核心区建设，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联动发展，在产业创新、源头创新、协同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国际化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创造了独特优势。下一步将在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紧跟科技创新潮流热点，围绕元宇宙行业探索布局新项目，谋求新发展。北京台报道。